Hello，大家好。今天我想为大家分享一下我刚刚买的 Sony DSC-WS500，就是这个型号，CyberShot Sony 的，它的机是这样子的。不懂值不值得买啦，但是我买了这架机过后，我想要看一下它的功能哦，跟大家介绍一下，你可以自己参考一下咯。这架机是 Sony 里面算是比较便宜的机，然后这个相机它本身它的后面的盖哦，就是它的荧幕可以翻过来的，所以可以让我们自拍。所以对于我来讲，我本身在做 YouTuber 嘛，在拍影片、拍 YouTube 或者是拍本身我的 Vlog 的时候就可以用到，因为它有30倍，然后它 Zoom 可以到30倍。可以相当的远哦，然后它的这个相机是蛮不错的，有180万像素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啦，Sony，哦，读它这个盖它可以掀上来的，等下我会开箱哦，可以给大家看一下。然后基本上它还 OK，后面是没有什么东西啦。它的主要的东西是在这里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哦，它本身有 Full HD 1080。哦，它的镜头是用哦 Zeiss 的，然后它也是 4K 的，它也是 4K 的，它本身有 DHMI 咯，可以接触器，OK，还有基本上还有 WiFi，WiFi 的意思是它会连接这个，如果你的电话里面有这个 app 的话啦，你可以直接拍了之后，可以用 WiFi 直接传输在你的电话做编辑或者是做一些调整咯。或者你要拍东西，可以用这个来做，其实做调整。这个是它的 app 来的，所以基本上还不错啦。哦，我们来看一下里面，OK，开机，开给大家看一下。它里面一开机就是有好几本的说明书哦，不同语言的啊，有华文、简体字、繁体字、英文，哦，还有。不懂什么文的这本一些讲解哦，还有教你如何用那个 app 咯，传输你的照片在你的电话里边，因为它有 WiFi 功能嘛。啊，这个里面基本的介绍是还 OK 啦，没有什么东西，就基本介绍一下咯。OK，这个的话是蛮大张的，它会介绍如何哦，中它本身就 Google 或者是 Apple app 都有，Android 或者是 ISO。哦，都可以通过电话直接传输那个照片的相的那个照片过去或者 video 咯，它有 WiFi setting。里面的话，我们来看一下里面，它里面会有电线咯，这个它的电线，它这个电线是有一个 adapter，这是它的那个。充电器的头，这个是这样子，充电器，哦，然后还有一个传输线，这个是放在这里的，一个头插在这里，哦，它是这种小头的充电器，好，如果插线的话。它这个的就像我们像电话这样子，它充电哦是要直接把电池放在相机里面，它是要把电池放在相机里面，它里面就有这个咯。哦，我本身是因为我要用，到时候我买32个 GB 的，3个 GB 的 disk，这个可以拍 video 80 MB 啦，每一秒还可以80 MB，所以它可以录 video 录照片蛮多张的。然后这个是它的电池咯，原装电池。啊，我有买两粒啦，它的是1240，这是1240的。我本身会有买到两粒，是因为有时出远门或者出去旅行，哦，我们不需要一直 sustain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机，这个是它的相机来的。这是它的相机，
大家可以看得到咯，看它的相机。OK，它插电是在这，在这一边的这一边，这边有一个，这边有一个。哦，当我们把电池放下去的时候，我们就用这样子插住。好，可以这样子插住，就可以直接插电，像电话那样子的。OK，现在我们要把电池放进去里面。电池把它放进去，还有我们的卡。OK，然后我们就把它锁上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本身它的荧幕是可以翻的，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荧幕是可以翻转上来的。哦，OK，荧幕是可以翻转上来的。我本身在荧幕上面哦，我有贴多一层，以防灰尘，在这个它的镜头这边。然后大家如果有去买这个相机的话哦，可以在相机店那边跟他要求买一个防尘套，可以盖在它这个镜头上面粘住，就不会有灰尘可以进到里面的镜头，因为不然等下如果灰尘这样进去，你就要清洗了。然后它这个的话，也可以粘一层 protector 那个 protector，这是粘一层防滑的。在这里咯，OK。现在我们先开机看看，把这个装好。开机是按这里，它这里有开机，哦，远或者近就按这个。它的功能相当的多咯，哦，它有类似像傻瓜相机的功能，就是可以 auto 的拍，auto 自拍也可以，哦，还有 video 也可以。都蛮不错啊，它的功能可以自己调咯，可以调，哦，可以拍照或者是拍 video 都可以。哦，这个是闪光灯，闪光灯你可以开，当你开闪光灯的时候，它就会跳出来咯。这个有一个闪光灯，没有用的话，你就可以把它关掉。那我们先开机看看。嘿，大家看清楚哦，滋啊！当你一开机，它就会这样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所以它可以拍4000多张照片，哦，32个 GB 的可以拍4000多张照片，而且这个是180万像素，这个可以拍 video，也可以拍，哦，它拍。小样品的时候的是蛮不错啦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就是我拍我的 mouse，这样子看，可以拍 auto，可以对焦，你可以看得到。Okay. 看得到照片吗？放大的信息咯，照片你可以在这边看。哦，它是蛮清晰的。哦，这个是我之前有拍的，你可以看一下，它可以放大它。哦，你看啊，还有 video。video，大家可以看得到，你看它的 video 咯，它 video 可以相当清楚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OK，哦，大家可以看照片，如果照片可以用放大，可以用这个调整，你可以看。相当的轻，可以拍到很细很细。这个是 monitor 荧幕来的，
你可以放大来看，它的相当的清楚，它像素相当的高，而且还可以拍摄蛮远，最重要是它的很爽，看是，看那开关。日，哦，这个保护膜你可以去买，基本上我用到蛮不错啦，可以建议大家要买可以买这个，这一架是白色的，它本身有黑色、白色，还有一没有错是一个多主力朱古力色咯，它效果蛮不错啦，哦，大家可以看一下下面。拍照，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咯。基本上，这架机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，要可以的话可以更看一下。谢谢大家。